真的，今天被客人快要抬走了。真的哈、哦。对。假日。明天还要开吗？明天我们每天都会开。哦，我的天啊！对，我们每天都会开。好。11:00-6:00，我们的草莓大福跟一般外面面包店的不一样。哦。对，因为我们这个不是用那种改良的东西，或者是放一些化学的东西。哦。对，所以这个草莓大福没有冰，就是明天要吃完。对。而且你吃到我们草莓大福的口感，你会觉得跟外面不一样，因为我们是包大颗的草莓。哦。哎，给你拍。有有拍到，谢谢。有有有，这里这样子拍好了。有有有有有 有超赞的。对，好好，谢谢。嗯。好。